是的。大家晚安，卡丘晚安，九代晚安，嘿嘿，一下，等一下，玉人晚安，今天好白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下。嗯，晚安。今天穿好黑哦。对啊，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好黑。谢谢送我新之冠 Lake 啊，哎，不是玉人，谢谢玉人。暗红晚安。暗红有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签的吊饰？还没吗？阿奇拉，谢谢送我心之冠，等我一下哦。啦啦啦，如卡安安安安，耶！乔奈森晚安，长胜晚安，还没有吗？哦，好吧，今天头发好容顺，真的吗？我开播之前有烫一点点，也不是烫，我有用离子剪。雷克阿桑晚安，今天喉咙有点怪怪。嗯，丢个猜拳啊！对，今天是最后一天，对不对？谢谢林哦。谢谢，啊！啊！谢谢，我爱你，啊！好开心哦，好意晚安，好想去看 Ruka 的 cosplay。哎，可是听说有直播，所以至少可以看那个影片。谢谢，哎，真的好开心，我不会哭。这不是难过的哭，是感动的哭，所以是 OK 的。谢谢啦，我先要回踩。嗨，卢卡，嗨，西罗克马萨奥斯，嗯，有直播，对，就是今天碧如姐跟我说的，好像那个预赛会直播，决赛我就不确定。预赛就是我们一开始被分到的，嗯，谢谢，变成最强新人吗？哎呦，太感动了，真的好感动。狂按狂按，预赛会直播，对，没错。预赛都播了，决赛不播也太奇怪了。决赛的话，可能就是给你，就是给现场，只有给现场的人看吧，我也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预赛就是决定选拔，然后决赛就是决定那个位置，所以我觉得预赛比较重要。啊，好感动哦！亚瑞卡好好表现了，我会加油。哦。欸，好久没有收到这么多礼物，我真的有点感动。有没有有？等一下，我在山顶，要是看不清楚，叫我开手机看。好，对，我记得这个消息是可以跟你们说。
因为我说，我今天就是我跟林杰前辈啊，他们一起听姐姐说的话，然后就是林杰前辈说，哦，我讲错了怎么办？然后他姐姐说，那就讲错也没关系，之后会公布。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哦，真的哦，那你们可以先知道，反正就是。对啊，直播可以有直播，不是可以有直播，有让直播。哎，可是我记得那个官方有写，来自入口的第一手消息，那个忘记名字的你觉啊，没差啦，因为我也有时候会忘记别人的本名。他知道我的那个绰号就好。哎呦，林杰是 MVP，我也是诶，就是除非有人送4000以上的猜拳礼物的话，我觉得他对他应该是 MVP，是到今天晚上对不对？现在第二名是谁呀？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先按一下回猜。コメント見えるですか？我用那个电脑看。谢谢林谷。MVP 部分是01，是吗？不是吧？哎，现在变成零一前辈是不是？林杰的粉丝应该花了什么40万台币？哇，那就是他的爱呀，他对林杰前辈的爱。只是40万真的好厉害。种子部分第三回第二名是紫萱哦，真的哦。那应该是种子，应该是那个紫萱前辈，目前吗？好，第三阶段是紫萱总盘，第二是林一前辈，总盘第二哦，我对总盘第二没兴趣，因为总盘的话就是只有第一名才有那个福利嘛，然后种子的话，各组的第一名可以进，哎，不是可以进。可以当种子，然后因为林姐第三回是现在目前林姐前辈第一，对不对？所以，因为他是 MVP，所以就是自动第二名的人变成种子的样子。钢铁安粉晚安。不过林一前辈正在直播，等等直播，据说哦，有可能哦，林一前辈的粉丝也很多。目前秘密也在往上升哦，好，还是入口粉丝要大家集资40万？不用不用不用，如果你们有40万，记得帮我买粉丝，记得帮我买升学证或是那个周边，讲 现实一点，都金钱的战争，对呀、啊，不是买粉丝，讲错。谢谢英国好多，好开心。幸好我没有40万，每一次40万真的太多。升学比较重要，对。可是最近穷，我看戏就好。周二要卖，2周年哦，对，2周年。我什么都帮不上忙，抱歉，猜拳也是一个都没有哦，没关系呀、啊。我不会就是，就是如果就是我很开心，送我很多猜拳礼物，也很感谢他，只是我不会。就是因为你们没有送我，所以会生气这样。谢谢依然送我心智罐，
最近要买的东西太多，对，我真的担心你们的钱包诶，但我相信你们应该比我有钱，没关系，你们就是，尽量就好。谢谢彩云送我真情告白，我只能抢2周年票去看卢卡。好，钱包我什么时候有钱包了？哎 暂停，暂停没有钱包吗？哎 今天的口红好不明显哦，我今天用咖啡色的。比赛猜拳四单超满了9元，真的。虽然比不上我给我的2、3推，但我也给卢卡几个猜拳及点心，谢谢你们，谢谢卡丘。卢卡方便的话，周六帮我挖雪土豆乌梅，不然没东西吃。他好像真的就被送出。吉米，Hello，九月安排太多事情，我最近什么跟什么一样，蚯蚓一样，吃土就可以活了。你们好厉害！那你们就是真的，尽量就好，不要破产哦，真的。这个月我已经什么沦落到升学要压线买了账单，上个月初哦。华山好像后面有一个很大都草原，很大都草原。好想去 GRTPK 咖啡，还没去过哦。我吃的那个吗？我吃的可乐饼的，不是可乐，可丽饼的店，很好吃。带点松原的，等那边土比较香。学生只能拿180元一元伞。哎，可是哎，什么180元一元伞？我们的有卖吗？好像没有，对不对？哭哭。很大的草原，下周还要去订购试单，很忙，大家加油！我也喜欢软的可丽饼，我也很喜欢软的，但是脆的也蛮好吃的，而且价钱比较脆的比较便宜一点嘛，所以肚子饿的时候吃脆的，然后。想要高级一点，就是偶尔吃软的，这样，跟卢卡的脸蛋一样软 Q 的可丽饼，赞赞！Happy Love，谢谢送我四叶草，扇子自己做的不用100元，不过官方还是会买来支持，哦，谢谢。外脆内软也不错，外脆内软。哦，有这样的吗？只是有些可丽饼，我觉得脆的是 OK，有的是就是烤到变成硬硬的，然后超就是很难咬的那种。那种的可丽饼我没有那么喜欢。软的有比较高级吗？通常软的比较贵一点。我看过软的最便宜要。最便宜的就是50，再就是100多，最常看到都是100多以上。吃脆的话，20几块就有了，厚 一点就可以内脆，外脆内软了。哦，播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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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悠悠抢2周年，腮 胡跟哭哭。我们这边只有一家卖 crepe 的，它是巴黎巴黎的哦，真的、哦。卢卡喜欢加什么料？我喜欢加卡士达。卡妹就很喜欢吃巧克力加香蕉的，只是巧克力加香蕉是很好吃，可是吃到一半一定会腻，因为太甜。所以，我有时候如果量太多的话，我都会点，那个叫什么，只涂奶油的。哦，Happy
怎么？谢谢 Happy 的续费6个月的粉丝团。哎，你是用蜡花买的吗？好强哦！谢谢你。我以前喜欢吃冰淇淋的，可以哦，冰淇淋的很好吃，我不怕甜。但我记得亚麻拉盖的不是都做成千层蛋糕吗？是吗？日本的都是亚麻拉盖，澳美的也都是亚麻拉盖。巧克力加香蕉是经典，对，日本的经典，嘿嘿，很好吃。大鱼如果能加倍珍惜，一定可以。哦，对，我今天去培，早上去培训的时候啊，家乐福不是有卖4块钱的小瓶水吗？然后我去家乐福，发现4块钱的没有，只有8块钱这么大的。所以我今天培训，就我就我今天就买了这个去那个教室。然后在那边大家都喝这么小小一瓶的，只有我带这么大。软的那种可丽饼其实自己做不难的哦，真的哦。你有吃过几点巧克力香蕉？有啊有啊，很好吃。没有，慢慢存阳关而已。我原本想存1年，但说太久。哇，好厉害哦！难怪上次遇到你。ゆかちゃん、カスタードソースですね。没错，奶油跟卡士达的话，我比较喜欢卡士达。没有饮水机哦，没有啊，没有饮水机，哭哭。还没喝完啊？对呀。家乐福这家产品，谢谢 Happy 再续费2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哦，哎，不同账号发，也是不同账号，谢谢你。之前有自己做过千层蛋糕，哦，真的哦，自己做也好厉，也太厉害了吧？喝好喝吗？瓶盖有写哦，其他人不准喝。这个是我们家的规定。如果我们家用直接喝的话，就是怕不小心别人喝到，所以直接这边写 R。因为我们家的名字 R 开头的只有我。谢谢 Rory 笑送我石头。哦，只是刚好有8000阳光，哇，这么多，谢谢你，落日一下，谢谢送我五个吗？一二，谢谢送我5个猜拳礼物，谢谢，刘晨，谢谢送我玫瑰。ある他にいないの意外？意外ですか？でも、そう、今はいない、3人しか。親戚にはいるんですけど。所以卡妹是写卡 K 吗？不是，我都喝盐那个盐是那的，アルカリ性の水，马拉松选手みたいな飲みよ。对呀、啊，我今天蛮尴尬的，我包包里面。我平常都带这种包包，然后今天就直接这样放，然后坐客运过去那边，然后喝水的时候直接这样。其实是蛮丢脸的，但是这样也才8块而已，然后外面便利商店的最便宜的也要这么小的要15块钱，所以想说哦，那就买大一点的吧。别人想说你是有多渴，很重吧？对呀，很重。不过这么大瓶不好收。对，我的包包很大，我的东西很多，包包也很大。我要重存，现在剩800而已，800没关系，你应该，你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慢慢存，谢谢你。ゆかちゃん、你吃过ミルフィーユ吗？那个好像就是クレープ。啊，我有吃过啊，千层蛋糕。
很好吃诶，是不是只放一瓶水？没有啦，这瓶子可以重复利用呢。学乃木坂心内当水的哆啦 A 梦就好了。什么是心内当水逆？水逆棒。可是瓶子的话，我还是会就是一两天就会丢掉，不然很脏诶，这边都是口水，有细菌哦。スポーツ選手みたいルカちゃん運動会预赛ナンバーワンですか？啊，对，没错没错，只是预赛，那是预赛而已，所以希望11月的我可以拿 MVP。下次家里都装满再带回去练习。1250cc 的还好，2000cc 大瓶装就比较麻烦，真的。就是去喝人家带的水，大瓶适合去运动。哦，对，我之前排球，参加排球队的时候啊，我都买差不多这个大小的那个苏跑，或是那个宝咖喱水豆，宝颗粒什么的，对，不然真的没有东西，不是没有东西，只是跑一跑会很累。乃木坂的新游记卖伞都从公司偷水回家喝哦啊，宝矿力，先期待19号的公园了，嘿嘿嘿。哎，只会出现19号的吗？啊，宝矿力，这么大瓶的运动饮料，对呀。那明年5月29号，看来我还可以慢慢存，加油，谢谢你。这种软瓶子最好不要重复使用，对身体不好。哦，好的。有口水会有人想要，基金想要吗？大瓶适合去运动。ポカリスエット。什么到5月9号？哦，没有，刚刚那个 Happy Love 续费6个月的粉丝团。不要加热水哦！哦，不会，我都加冰水。诶，不是，我都加那个冰水加温水。热烈一下，谢谢上王四叶草。破盖的 CM 啊，宝矿力水的那个广告嘛，日本的话都是日本女高中生代言，就是有那种青春感呐、啊。清凉感呢，爽快感，爽快的那种感觉。我要表现那样，其实感觉很难。那个瓶盖还要写哦，对，这、就是我们家的规定，怕别人，因为我都用那个口，直接这样喝，所以怕我妹或是我妈会就是不小心喝。如果现在可以来试镜一下，我跟你说，もともと日本のものだし。啊，哎，对呀、啊、，JKT48 好像代言过。哦，真的哦，这么好，好快乐的广告。等一下，我忘记台湾的那个广告。宝矿力吼，讲错，所以妹妹瓶盖也都会写吗？会呀、啊，我感觉等西嘛，你怎么稍微感到感激？没错，很难呢。日本的话几乎都是高中女生女演员代言，宝矿力水的广告。信仰晚安，命晚安。可以啊，你可以带高中黄色顶级。我们高中的制服真的太丑了，我以为是一起喝，没有。今天是，就是我今天早上去培训的时候，我要去家乐福买水，结果没有卖4块钱的那个便宜的，只有卖8块钱的这么大的，所以我就要买这个，然后去培训。然后我口渴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喝，平常买大瓶的时候
都是用杯子，只是今天就不一样。姐妹不是喝错就喝错吗？我妈会在意。瑞卡明明才16岁，刚好去拍。没关系，你看起来像高中生，真的吗？现在外面有卖2000的，你去买那种比较方便。2000的哦，我们的教室没有那个饮水机。大瓶的喝比较久，没错。今天应该喝不完吧？明天到，应该是到明天早上。我看一下哦，台湾的宝矿力水的。哦，台湾没有，台湾没有哎、欸，是这个吗？我只有找到日本的。嗯，还有什么 TWICE 代言的那个 Pocari Sweat 2000的很大瓶吧？对呀、啊，我怕塞不下包包。2000cc 就是一天的饮水量哦。日本的也不错吧？超哥晚安，今天播到几点？今天9点开播的话，应该是到10点半。拍拍，这瓶不叫2000cc， 这瓶是1500。那我平常，我偶尔会买，我哎，等一下，我偶尔会买6000cc 的这么大的，可是那个带那个回家有点重。ちなみに亀ちゃん普段はそんな量飲んでるの？亀ちゃん，我妹吗？我妹，我不知道哎、欸。今天1.5没错，但我觉得真的太大了。可是日本国小生水壶都很大，然后我第一次台湾的那个台湾卖的水瓶差不多这么小，我之前用的差不多这样，可以装，至少可以装1000cc。德吹晚安，那可能要。买背带来用吧，难怪卢卡体育这么好。没有没有，宝矿力还有出粉末用泡的哦，真的哦，但好喝吗？那种我比较喜欢小的，超方便带。对，台湾好的地方是很多地方的那个饮水机，学校一定有嘛，然后公司。也一定会有，嗯，所以带小小的就已经 OK 了。只是日本的话，嗯，我之前读国小国中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喝饮水机的水，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时候比较挑食物，挑水，嗯，明君晚安。当兵的时候，场馆就发一瓶水跟背带哦。那种卡通的日本小孩印象中都是会背着水，对对对对对，大大的。如果讲起做 sports 先去水池，没有啦。台湾的运动饮料没有2000cc 的，日本的有。可是我觉得2000真的蛮大。那干面可以拍过 poker， 你现在都是水哦，真的、哦。学校一定有，嗯，田中晚安，回到上一栋。日本人比较不爱喝水吗？日本人哦，日本人比较爱喝茶。在台湾都觉得水很便宜哦，日本因为日本的水就是可以直接喝，你们知道吗？所以很少会，我在日本是不会特别去买水，我当兵的时候用铝合金那种哦，原来是那个战争常看到的那种远远的那种吗？消毒会很重吗？算是吧。而且很多人，我们之前的那个饮水机不是这样，是按了就会出现噗噗噗的那种，就是公园常有的。
懂吗？我们画画，这是卡妹画的，她画那个 Golden Bomber 的 Kitty 熊扮女装的样子。日本人喜欢喝冰水，对呀，日本的软水很好喝，真的很好喝。有的时候拿到那种有年纪的水壶会疯掉。台湾的人最近很冷，又高又干。对，有时候，有时候，对。就是有些饮水机不一定会很干净。像日本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但是经过很多过滤程序。哦，对，そうです。冷水器の話。日本語で冷水器っていうのかな。私なんて呼んでたっけ。ウォータークーラーとか呼んでた日本で。なんか、我们日侨学校是，换个角度好了。就是按这里的，这边会出现水，然后等一下，好难画哦，懂吗？这边会出现屁屁，然后小孩子就是在这边长大，好难哦，好难画。冷水器汚いからルカちゃん飲まない。要看哪一种饮水机。高中动漫的主角都直接喝啊！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还这样，很帅耶！我看卡通的不是都在公园喝？日本有，日本也有，日本有些高中有就是那样的可以喝的地方。台湾公园也有这种的，对对对，捷运站也是这种，没错。有些国小也有，但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等一下啊，我随便画画，等一下。我觉得这种的比较好用。哎呀，我画的太丑，就是这边是热水、温水、冰水之类的，然后按了就会出现水，那种的就蛮干净。然后这边有擦水，还好我出门大多时候都会带水壶。朱丽安晚安，如果开到热水，有的是脚踩的，我以前国小也有，公园的我只敢洗手不敢。对呀、啊。我也会怕，学校饮水机可以按，只是像蛇像喷哦。以前小时候看到动漫生喝生水，感觉很酷，但是喝了只会觉得肚子怪怪的。只有日本的可以，台湾的就不行。他们还用那个洗脸，然后还这样，看得懂吗？哇，你们很厉害。那种有同学没带水壶，就嘴巴在下面，就好恶心哦！叫他用手啦，不要用嘴巴，好恶心。万一碰到怎么办？还好我都没，我都敢喝。这样我之前租屋处要买一台，结果没有价格比较便宜的哦。下面是的。很大管的瓶装水，中间有热、温、冰。对，我学校的冷水每次都40度以上。哦，对，夏天的时候常常会这样，而且不能自己买水来装，因为要专用的瓶子。我偶尔会在下面接，只要我比较深了。
大声喝。现在学校很少有冷冰水，冷水的温度也很高。对呀、啊，谢谢住院送玫瑰，抓到真的有人在下面写。不行啊，我在日本找不到饮水机，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只好去厕所，然后所有人都用很奇怪的眼神。就装厕所的那边的水是不是？冰水只是好看用的嘛，对，学校的就真的。好久没听到刘家说了，很恶心，下次是凯尼桑的时候。谢谢，都认识我送我许愿瓶，冰水要早上第一个去抢，是不是大家用一用就越来越温度越来越会高？上升，直接在下面用水接很方便呢，是吗？洗手台的水，一直买水很贵啊，我也这么觉得。在下面接，没碰到很卫生。好啦好啦，没有碰到嘴巴就好。哎、欸，会不会有时候吓到还是呛到，然后啊，对啊，这样。这样接不会呛到吗？一下，那样接很帅，是吗？对啊，现在冷水机一直使用会哦。来，但我承认接水之前会四处看看有没有人，还会弄湿衣服哦。我在大阪市去附近超市买他的水桶，可以一直去装水。被老师看到会被，一定的。呛到还会喷整脸。以前体育课跟别人借水喝，然后用到衣服湿湿的，感觉很好，好像在拍 MV。不过呛到就会什么，我绝对不会说我有呛到过。但不同国家的水价位都不同，之前去澳洲买牛奶或酒都比水便宜。哦，真的哦。胖丁卢卡，胖卢卡，哎、欸，还有打完球整瓶水头上倒下去，就是这样。有些地方水是可以生洗，意大利就是哦，原来台湾的牛奶是世界贵前几名哦，真的哦，我都不知道，所以去买水就真的超级贵。澳洲跟纽西兰哦，水资源比较少，了解。タピトロさん晚安。そっか、水の方が牛乳より高い国もあるんだな。有啦有啦有有，一定有的，不然太危险。这样就真的事故。对，所以我刚刚这样讲有先确认。哎、欸，但是那个有些日本的那个，你们知道 Grabby Idol 的吗？就是常常会穿，很性感，可以说很性感的模特儿吗？就是穿泳衣啊，然后他们身材很好，然后写真偶像、泳装偶像，对对，可以这么说。我刚以为 Luca 想直播写真，没有，
然后我忘记是谁啊，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出现在那个综艺节目，然后他们说啊、哦、我要喝水，我要喝我要把这瓶水就是喝性感一点，然后他一开始是正常喝，然后后面这边全部都掉，然后说啊啊都被试过，等一下说啊努力加大嘴，这方面完全不熟。水不是在脸上吧，怕卸妆，对，所以他们一开始这样，然后后面就是从这边全部都这样，后面他们根本没在喝，原来任何都看这种的，没有啦，综艺节目嘛，有时候会有。今の好きそう、タピ太郎さんなら分かってくれる。日本のグラビアアイドルはすごいよ、何でもやるよね。对对对，通常会还故意穿白衬衫，然后里面穿泳。里面穿泳衣，故意露出来抵上身体，对对对。瑞卡不要学这个，我才不会学呢。你看我这边，感觉很像迪士曼又。你在做什么？完全没看过了。难道这在演什么？瑞卡到底看什么节目？很多节目有这种，好熟悉。そうだね、体張ってる。ルカさん、ルカちゃん、太郎さん、また君のスワンボートを漕いでる動画見てないらしい。あ、没关系や。有空再看就好。什么没想到、ルカ。欸。我只有看过高中男同学体育课这样和他们应该也是想露身材。有可能呢。ルカ有看过チミザリで空手道。有。超好笑的。然后他是、哦、对。我现在没有那个柔道的衣服，哭哭，我的卖掉了，哈？我看一下，一下。运动会不要这样，卢卡不会。你要推荐吗？你是日本人吗？没错，古代的男人喝酒都会半身湿掉，小心卡妹晚上帮你盖。不会，卡妹才不会做这种事。他运动会的上半身离地，也是他们表现的重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本来就玩，那倒不会有斗士的权益。柔道衣服卖掉，对，原本我们国中体育课，他们说之后会有柔道课，所以叫我们买柔道衣服。结果呢，他们就是暑假结束后突然说。欸，不好，买柔道衣服的不好意思，我们改成剑道。柔道衣服很贵耶，1万日币吧。对啊，结果我都没有穿过，就直接卖掉了。欸，还是丢掉了，我忘记。那个本来就玩那道不会有东西的反应。我都看多情的料理小号 Good Night。突然觉得人吗？没有没有没有，是在我下 B 7上表演的吗？哎，没有，因为那个泳装偶像的，就是他，在很多地方表演。原来 Luca 你都知道，什么我都知道。秋晨有人这样到一半喝掉一半讲完。买去那有没有接手？还可以这样呢，没穿过就算，有穿过就50双。日本卖的衣服一定都很贵，所以看不到 Luca 穿柔道服了。没错，剑道服很重耶。哦，我们不会特别穿剑道服，我们就只会学那个。面、どう、固定、好き。只会学这样而已啊。Round House 就常常有。哦，你说这个吗？想说你怎么突然多拿一件衣服？就是那个，我要表现那个空手。就是那个，就是清水愛理さん，他很好笑，你不觉得吗？那是大池的泳装偶像吧？台湾还没看过，台湾日本的都因为日本有超多泳装偶像，所以他们的竞争力真的有点，
所以他们就是会做，该怎么讲呢？他们比较敢做什么，什么事情都敢做。擦上面啊，这是高尔夫。把头，你中文也太好，谢谢。卢卡还没开始选，我就先到了深夜节目就更，没有那个姓名爱丽莎是最，他一开始就是那个空手人姿势，然后他说哈一句哈，然后之后就他把他自己的胸部给大家看，哈，超好笑。然后很好笑的是，他姿势都很完美，所以才更好笑。sexy のボスかね。对，どてを殺すからって。你讲的我很想看，可以去查，应该有吧？什么性感空手？他也什么事都可以做，很厉害。哦，可能要用日文查才有，那你们就自己查。优卡怎么笑得这么开心？觉得很好笑啊，还是要做出该有的样子，故作震惊。优卡看的是深夜节目，是深夜节目吗？是吗？我好像是在什么看，那个紫原前辈主持的那个，今夜比べてみました。今晚什么什么的，不是深夜，我记得不是深夜节目啊。卢卡要突破自我。アリヨシを参考。卢卡都看这种的，什么这种的？今夜比べてみました，很好看。卢卡看的是深夜节目，不是深夜节目，拜托。每周礼拜三9:00-9:54，这样算深夜节目吗？台湾时间12:00，日本就是1:00，就深夜。9:00不是深夜吧？谢谢送我心智冠，谢谢飞宝。那这样冰果也算深夜节目了啦。对呀，如果有看过《六喜欢谁开》吗？有啊，很好看。那是台湾时间还是日本时间？日本时间。不过9:00应该不算。对呀，就是他们的里面的那个 guest 的中文来宾，不一定是有装偶像，也会有很年轻的演员啊什么的，应该算综艺节目嘛。台湾有些艺人也都是这样露自己好身材，对。可是我刚刚的那个空手的那个是真的蛮好笑的，连我就是女生都觉得很好笑，嘿嘿。现在卢卡台应该也是没事，卢卡台不是深夜哦，大家。冰果本来就深夜吧，冰果一开始是深夜对不对？从卢卡讲的时间，你不管是台湾时间还是日本时间，应该不算深夜时段，没错。新名字上也有上过《六喜欢谁》歌哦，真的、哦。对，清水真的很好笑。9:00确实不是深夜，原来是我喜欢看深夜。哈哈，想看什么深夜节目啊？说不定我有看过，只是刚好那是泳装偶像，就让他表现一下。对，没错。卢卡安安，你的名字怎么念？尬吗？尬尬吗？卢卡要拼没事哦，卢卡不行，卢卡是清醒健康台，
苹果一直在25点那时段左右，绝对是深夜。哦，原来一开始是25点，那就是深夜了。嘎嘎，我是女犯。哦，原来你好，嘎嘎讲，嘎嘎讲。很多 AKB 全的节目都是深夜1点半、2点半之类的，然后他们有红了之后就越来越时间越来越往前，对不对？可是，就算冰果是深夜播的内容，应该都是正常的吧？现在这样的路卡就好，这样就很喜欢。谢谢，谢谢翔宇，路卡卡哇伊，谢谢，ありがとう。那你先去上真情告白，结果后来越来越往后，然后就停播了。哦，是这样吗？刚开始不够红，只能选择这种时段。嗯，应该是这样。红了之后都在晚上黄金时段露脸了。Luka 也可以自创感性感 Tai Kick 之类的。不行啊，我不能走性感路线，应该会变很好笑。这一季项目算正常吗？很难讲，深夜时段才便宜。Bingo 我记得最初是在深夜一点，不过内容是很正常。我也是因为 Bingo 才会关注 AKB。了解，那个呢？钢铁，主持人是钢铁吗？一级里钢铁吗？想说有他的话，应该不是正常的节目。扣掉那个昆虫盖饭之类的。哦，这个哦，是这种的不正常。日本的晚上精华时间都是谈话性节目，综艺节目都很晚才播。对，如果是走搞笑路线，不想要什么搞笑性感路线，怎么话越来越糟糕？对对对，一直有改的那个。很会用舌头的。我记得他刚出道的时候是主持深夜节目啊，而且就是真的内容是很他的那种。乃木坂的 Bingo 是钢铁没错，乃木坂的 Bingo 吗？内容应该不是很正常哦。不是吧， Bingo 主持人是 Bad Boys。 哦，对对对对对， Bad Boys， 我怎么会忘记。AK Bingo 的主持人我记得是 Bad Boys， 钢铁的舌头超夸张，真的，啊，就这样，欸，不是这样，是这样，我有点忘记了，他也算是走出自己的特色，嗯哼，Idea 是以前有主持人的，是吗？是在 AK Bingo 吗？欸阿利奥西，欸，不是，阿利奥西应该没有主持过 AKB。哼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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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o 后来有换主持人，后面我就没再看了。哦 ，Bingo 换谁呀？共和国かな。そっか、有吉さんの言ったらそっちか。ルカ也可以发展一下自己的特色。好哦，但我不想走搞笑路。哦，性感搞笑路线，这个就有点有困难。本家前是 Bad Boys， 后期是村本大輔那个组合。哦 ，Woman in the Shower 吗？嗯，那应该是以前的比较好看。先练习讲几个笑话吧。什么笑话？阿利亚西本来就很母汤，他还有出一本书叫《毒舌的艺术》。Bingo 后面换成 Woman in the Shower，
有没得需要改？他们可以主持吗？主播中文是在日本学的吗？没有，是在台湾学的。我以前常常在床上看有些独身之 AKB 成员，笑到晚上都睡不着。你不用走搞笑路线，西梗灰然天成。好 Paradise 忘记名字，村本跟什么，对，什么什么 Paradise。 不满足。村本さんはちょっと苦手。刘佳知道有些的白い雲のように。当然啦。風に吹かれて消えてゆくのさ。你好像也不太喜欢。对啊。他个性不 OK， 我觉得。玩到运动路线。那不是偶像吧。也不是留学，尤其在 AKB 不能看。哦，真的、哦，尤其 AKB 共和国超好笑，在对岸的网站应该还可以看。好，我是觉得后面还好。哦，真的、哦，对对对，才能干谁去？只是可惜后来冰狗就收了，要不然本家某些综艺卡都是从冰狗出来的。哦，了解。尤其大前辈的黑历史，你看。村本，你是说帮女艺人评分的那位？他会评分哦。嗯？村本さん就是有一个搞笑艺人，只是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我突然想到，握手券的衣服，不是握手券，等一下，猜拳比赛的衣服啊，我不是订了两件吗？然后其中一件卖家说已经出货，但是到目前还是没有那个显示，所以卖家也叫我去打电话给客服问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另外一件是跟丽卡一起订购的。结果呢，我订 S 号送来的就是根本是小朋友 size 的衣服。然后我一开始完全穿不下，然后后来就只能用剪，然后重新那叫什么，就是重新修一修。嗯，对，我怕到时候什么举手就会直接，这边直接会裂开。一真，裁縫できるの素敵。大したことないですよ。リカ，我刚刚在讲，我跟你一起买的那件衣服超紧。对对对，重新缝。不能退货吗？退货很麻烦的，因为我们还要跟公司的人说我要穿这件。已经来，我怕来不及了，下次，所以到时候会看到很紧很紧。新秀第二名，哇，第二名就有九包是不是？好强哦！我以为只有第一名才有九包哎，还是第二名是第二名九包，新秀第一名是十二包。好冷静，耶、yeah, ！阳可是都是阳光哦，哭哭。如果看到伙伴马上变身，对呀、啊，很开心。应该都是阳光吧？对，我记得是新秀是阳光，看来我不用出去抢阳光了。哦，对，我跟你们说，我前几天。我深夜两点的时候啊，我去抢阳光，结果遇到 Happy Love。
还有那个阿尔法，超干，然后被他们发现，我这个时间都还没在睡觉，那卡点点要快点强，没错，OK。因为他今天好帅气，裙子好看，对不对？我也很喜欢这个裙子。下了几点？我记得是两点呢，好像还没三点。就是在别的直播组的直播间遇到。我在，对呀、啊，所以在哪？抓到粉丝不是我抓粉丝，是我没有要抓的意思，我是要抢红包，然后追踪的时候发现 Happy Love 跟阿尔法也在追踪他，然后说为什么好眼熟的，可是在因为在其他人的直播间，我也就是不好意思跟他们聊天，对。我有看过露卡一次，真假的在哪里？也是在别人的直播间吗？我都上班在抢的，半夜还没睡，果然还是年轻人。应该是被粉丝抓到露卡，没错，这次不一样，粉丝抓到我，抓到多追踪别人。可是我的那，我反而比较常在其他成员台看到你，对呀、啊。其他成员还看到我，我是觉得还好。谁在乱追踪别的主播？对，成员台很正常，可是，成员台是很正常，可是，林哥，谢谢送我剪刀跟布，谢谢林哥送。林哥送是不是第一次送我猜拳礼物？谢谢你。等等一点，你碰碰看运气，好啊。明天我有事吗？明天早上没事，好，我随便进去，抢红包，看看会不会遇到我哦。对，单纯抢红包，没错。卢卡是穿迷彩裙吗？对呀、啊，很好看吗？忘记了，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在抢阳光。对，我要，我最近也在抢阳光，我看一下我现在有多少，现在看不到对不对？哭哭，我看不到阳光值。哒哒哒，对。你下周是改成下午直播吗？哦，对，已经出来了吗？瑞克，瑞卡知道我是去抢阳光人，对，因为我也是抢阳光，所以我才知道你去抢阳光。我找不到补签卡，你按你的名字旁边不是有勾勾吗？那边按了就有了。没有系统通知你吗？哦，对，我记得系统应该会通知。谢谢追踪。哦，我最近这边长个痘痘，好痛。按一下就可以选场次补签。哒哒哒哒。有了，谢谢，棒棒。谢谢玫瑰。所以把卢卡酱有看过 AKB 系列的吗？没有诶、欸、，AKB 有，我有看过，就是 AKB 里面排就是自己。有自己的排名那个对不对？吉利的姿势那是什么？有红包！
这样吗？怎么一阵要的补签卡只是一级的勾勾？对呀、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边很贪，千万不要找。为什么？我记得还好啊。像什么 AKB 里面 AKB 的人觉得很可爱的偶像之类的，嗯，是这样吗？我记得是，我记得内容很正常啊。你今天开到几点？我今天开到9点，哎，不是10点半，可是应该是等到红包发完吧。妮卡也可以自己办个小企划，每次直播都帮成员排名。那个真的吗？是吗？我看一下哦。20年后，感觉还在演艺圈的成员排名，还有什么？哦，什么美腿排名啊什么的，大概懂了。我今天开到9点，讲错没？还有欧西妹六个场的水球测量法。哦，诶，为什么我有印象？就是不是有很多水球，然后摸一摸，哦，这个很像谁成员的什么胸部这样，对不对？我好像有看过。可是我有点忘记那个排名。我今天开到9点，所以现在没有。谁还没出去就比谁的嘴唇最好看，戴的最好看。现在看看那些排名，你觉得准吗？我不知道那个节目，我知道。对，刚刚有人跟我说有没有看过 AKB？ 谢呗。为什么你还是没变颜色？对呀、啊，还是补铅卡不够。果然卢卡都看这种什么啦，刚好看到而已。各种部位都比过后，就比成员觉得最帅的 staff 是谁？了解。之前有很多排名，大腿、嘴唇、眼睛。哦，眼睛也有。卢卡美腿排名会不会低迷？最好是第一名应该是丽卡，或是林杰前辈吧。然后就是成员跟一些哦，五星好像要重新要了，可是我抢到的很少，我在别人的直播间抢的时候都是抢到30、40，为什么我的这么少？补签好像要重新来一次才会更新。如果最有自信的是哪里？最有自信的，你说身体吗？哦，鼻子的高度。胸部第一名是 Jonas K 长，他很可爱。哦 ，NMB 的对不对？我现在才，哎，真的是他哎。哦，第二名才是那个小吉哈鲁先輩。第三名的我没看过。哦，我姐。原来是 Jackie 的部分。我就知道鼻，没有，我不喜欢自己的鼻子。我想一下哦，跟 Jackie 的相似度第一名。哦哟，我最有自信。好了，那就这样。我也想不到。想好久，眼睛没有，其他成人比我的还要淡。嗯，好难耶。你不知道地球是靠你的枪在转动。哇，很会说话。谢谢。嗯，不要
有鼻子啊，发量，发量，没错，没错，没错，发量第一名，我的发量真的太多，眼睛不一定是越戴越好哦，好像也是。这场上次看到你真的留言，我就觉得它很不简单，什么意思？什么很不简单？卢卡不要难过，笑脸。如果有穿军装，阿兵哥会不会发暴动？什么是阿兵哥？法样真的很厉害，没事。还有一个叫恋爱工厂，恋爱工厂那是什么东西？卢卡讲，如果要比的话，有一个优点就是点点点，就是什么？谢谢爱红送我 love。卢卡的鼻子很挺，很好看，是吗？啊，红包！后边我们哦，这个我就不知道哎，这里的软度，感觉 Mina 前辈的也很软，他超越我一年多对他的印象，嗯，怎么你哎，你卡上次说什么？欸，我真心觉得这首日文版比较好听。我很喜欢他们第一次表演的，第一次表演恋爱幸运饼干的时候的那个表演。Mina 正在直播，帮你转了一下。只是。娟虽不喜欢出门，在家里看动漫。嗯，什么意思？毛娘晚安。可是我觉得卢卡鼻子很好看，鼻子很挺，挺得很好。真的吗？谢谢。我高兴了，我高兴。我说谎的时候鼻子会挺一点点。卢卡晚安，晚安。Happy， 我有 AKB 的先生哦，啊对，我记得丽卡喜欢那个马悠悠前辈。幸运饼干可能要多点知名度才适合拍 MV。嗯，当兵的人台湾叫阿兵哥，以前很疯狂追星，原来如此。小廖晚安，以后那几页带哦。Fortune Cookie 的 MV 很好看，真的。嗯，你真的喜欢很多成员吧？只剩下不到一周，没错，我现在超级紧张。我怕我比赛的前几天我会开播嘛，我怕那时候紧张到哭。哎、欸，不用紧张，一定会紧张，因为是第一次的公演。嗯，还以为你要唱中文的，想听中文的吗？对不起，来晚了，没关系。平常心，好，没抢到吗？好吧，那剩下三包，我好，我先讲，我剩下三包，我会设那个粉丝团。我平常都设那个追踪，除非丽卡在，丽卡在的时候我会设粉丝团。最近成员很常不小心唱出中文的歌词，你说 reset 吗？ reset 的歌词哦，没事，因为我会唱日文的版本跟中文的版本，所以在你们面前可以唱日文。
现在放非公演的歌曲比较保险。对啊 ，reset 的歌词，我现在目标是不是要先集四千万花，加下个月的一针了？哎，也是可以啊，四千阳光。第一层的话，粉丝也不少。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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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再播一次好了。好像诶，之前不是之前，这几天呢，有一个粉丝跟我说，我们表演的那个饼干跟本团的，就是有差一点点，觉得有点可惜。嗯，其实我一开始，因为我本来就知道这首歌，所以我一开始就是。看日本的 MV 学了，结果就是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就是姐姐说：“哎，刘佳是不是跳的跟大家不一样？”嗯，就是呢，等一下后面啊，是指什么部？就是很多有些动作。日本的那个饼干比较自由，等一下，我跳一下。止められない今の気持ち。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占って。这里，这里，这里。我原本是这样。我的腿。我是这样跳，结果贝姐说刘佳为什么啊？说红包强调，等一下啊，就是呢，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其他人都这样。然后就是前辈说，我知道日本的都是腿是。这边是自由的，只是同整一下。还有有些小地方，但是这个就没，我觉得没什么差。这个嘎啦啊，还有我很想，我有很想做的事情就是。饼干日版的不是什么？等一下，我过一下。等一下啊，关键其实还蛮多跟其他群互动的部分，有一些要赛跑。嗯。嘿嘿嘿这里，我很想在这边比 pose， 就是本团的，因为我一开始我第一次看那个就是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记得是大岛前辈跟马丽子前辈，就是会做 pose。金色一次的，然后每次都不一样，所以我很想看每次，就是因为他们做每次都不一样的 pose， 所以每次都很期待哦。今天要做什么 pose？ 今天要做什么 pose？ 嗯，还可以 Tommy， 记得你们会拍手，对我们只能拍手啊，我觉得很可惜。主播鼻子好大，对啊，很大吧？になる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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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baby 私を見て为什么没有音乐？哎呀，女神加油吧，虽然没事没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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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啊，对对对，我是粉丝团，不好意思。
Sorry， 给一增强，为了给一增强。Happy Road Station 台湾有分别吗？我就这个我就不确定。怡珍，你是不是没来新之路？哦，对耶。我也很喜，就是我很喜欢，一开始很喜欢他们这边，就是很自由的走路，然后跟他们互动，跟粉丝互动的样子。只是就是被改掉，这样，然后拍手而已，又没抢到，为什么？我刚刚才领，有还有的说，为什么？哭哭，你要不要从近身边去领星之冠？先出去再进来看看，这首感觉互动吗？对呀、啊。我是可以问问看老师后可不可以改成这样。真的一样的。现在看你们表演后，我已经习惯跟着拍手哦。哎、欸，他们连走路都是自由的，他们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你在这种情况要重新进一次才行哦。谢谢明九送我选票，谢谢一真送我新之冠。哎、欸，我可以问现在的第二名是谁吗？有变吗？谢谢明九送我很多选票，感动。哦，还是 Annie 前辈。OK。你说第三阶段第二名直宣，嗯，所以他应该变成种子了，恭喜他。哎、欸，虽然还有一个半小时。影响应该会拿 MVP， 我觉得应该会哦。对啊，已经应该，对啊，已经应该不会有人超过。现在按4400也应该，对啊，不太会。先看一阵子能抢的阳光吗？哦，好。现在应该来不及了，对呀、啊。哦，谢的姑娘，现在有机会冲着救面面吧，但还差300多个。哎、欸，他可以了，恭喜！至少要按个1000次，对呀、啊，手会很酸。一个奖的一记吧。おめでとう、リカちゃん！リカちゃん！リカちゃん！好像也没听面面说要拼第一。哦，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到时候知道了。嗯，你们到时候会知道。他应该，到时候他应该会自己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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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大家都公布了，把钱留在买 CD 上比较好吧。嘿嘿。刘凯可以吊胃口，刘凯是吊胃口，什么是吊胃口？胃口。抽签也有机会抽到种子的，加油！你看我的表情。哎呀，没事的，我不会，我才不会爆雷。我还是没办法都买 CD， 还有升鞋要买，很可爱呀、啊。对啊，现在因为，嗯。因为大家都喜欢买那个升学证啊，什么爆雷？
原来是已经抽，没有啦。有胃口就是说点话吸引你，但是故意你不解释给你听哦。吉他吸就灵，还有运动会、演唱会，什么偷偷跟你讲，一真才不会跟你讲。D 卡不能爆，大家都不会爆雷，好不好？欸，我手机宕机了，为什么？你的眼神骗不了你的心。可丽饼好吃吗？好吃啊。会不会是没电了？有电呢，79%。哎、欸，红包最后一包。哎、欸，第一名是我哎、欸。哇有人超过我吗？抽到跟卢卡合照就好，好。卢卡跑步的样子应该很帅，嗯，听说我跑步的样子，没有人说过我跑步的样子很好看，虽然蛮快的，只是嗯。好，红包我改成追踪的。哎，不是无条件。绿卡自肥，重点是很贵，好不好看其次。快到看不到，一把暴走的样子。听说我，哎，我上次讲过，我跑步好像就是这样。那抱歉，我要变第一个，谢谢旅馆，因为太快了，大家看不到，是这样吗？不是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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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等我一下哦。一首，手道跑那种。我还以为是忍者跑，忍者是怎么跑这样吗？去去去去去去去，呸！哎，好痛！大家跑步都会摆动双手，对，可是我是真的没办法这样跑，我都会这样，就是往右左右左，可是应该是前后前后，那就交给我们说吧。路卡跑步好好看，谢谢。可是到时候11月的时候，不要说不好看哦。我先走，明天要上学哦。对耶，开学加油！李真加油！我不用开学。对，学生真辛苦。那你眼睛会闭起来吗？眼睛不会闭起来。期待入卡的跑步动作，谢谢上我新资本。入卡也要关了，你可以再等等。我等了，这样跑步会给旁边。啊！没有，我再3分钟。你看一下看他，如果他要，他可以先休息。我今天开播前睡了4个小时。谢谢千人刀送我心智冠，拜拜拜拜。那我明天要上班，ちゃんお先に。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す。哎，我好紧张猜拳比赛，怎么办？猜拳比赛都很紧张 ，reset 更紧张。
楽しいことばかりじゃね。看来他要去休息了，不要紧张，好。啊，听说有那个直播，哎，但我记得那边有写，我记得官方有写直播，会直播啊。很大的演技，我以为卢卡会玩的，对，很认真的拍卖。哎，我以为你真的要上班很累，所以要你，所以你会留吗？咦，卢卡可以看看 Julina 先輩的跑步姿势，就会觉得自己很棒哦，是吗？但我记得那个 Julina 前辈，我记得跑得也蛮快的。听到这首，想问卢卡讲一个问题，好吗？明天是要上班，没错。卢卡是美国的作息时间。怎么会害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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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拍台版的《魔戒斯卡鬼》，你想演哪个角色？其实我没有认真看过。你觉得我适合哪个角色？如果看过阿布爽的跑步姿势，应该就会知道自己的跑步姿势很好看。如果你真的要早点休息，不用特地为了把传阳关晚睡哦。好啦好啦，好，那就看看我那时候有没有睡觉，有睡觉就对。哎、欸，对，有写有写。对，猜拳热身赛是线上直播平台，那个会直播，确定会直播，对。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穿什么样子咯。嗯，是这个吗？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欸，不是啊，热身赛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对不对？欸，对，哦，现在官网没写哦，你真的没写？没有没有，因为姐姐跟我就是确认说。应该可以讲，我记得是可以讲，还是你们先知道就好。哎、欸，我好害怕，我怎么办？你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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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上一次是决定终止跟 MVP 的，对，对，我记得，因为姐姐今天特别叫我们说。啊，怎么办？没关系，我都忘记了。嗯，但我记得可以呀、啊，我记得可以呀、啊。我们不讲就没人会知道，前提是我们的，确定吗？你们现在可以看 DC。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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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可以呀、啊，我记得可以。我先确认一下。不要一直看 DC。 好啦，你刚刚说了什么？对你的记忆力有信心吗？因为如果真的不能讲，他们应该会说这个不能，还不能跟他们讲这样。
想一下哦。你们现在在我耳边唱歌，我真的没听到。DC 什么 DC 就是 Discord。好，就是你们知道就好。なんで？起きてたじゃないな。我刚刚抖了一下，鹿卡你下起来 OK。这样鹿卡会帮忙。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会不会吗？然后我被警告。还是你把热身先热身的搞混？对，我是因为关完游戏，所以我直接跟进。然后就是因为今天林杰前面说哦，那我讲错了，他说哦，讲错也没关系，怎样怎样。这集直播聊是不是等下周一再？可是没办法，他都会公开。夏夏不在唱了。大家好了，先就是好，谢谢你啊。怎么办やっぱどうしよう。本当に大丈夫だよね。我看了，没有，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刚刚在的现在不一定在，对不对？哎呦！都行，不是加时间就好。最可怕的就是没事，不要想太多。好，还是我跟他们讲一下比较好呢。我跟姐姐讲一下比较好吗？你们觉得？哎呀！真的没关系吗？拜托拜托，你不是搞混而已吗？オリジナルと比べてってこと？違う、あの、そうじゃなくて、もう言ってい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たことが実はダメ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ってなって、ってなって、ああ。好，我先念过信，哎，不是，我先回猜。其实我不知道讲了什么，我没有说，不是，我不是说我猜选比赛猜穿什么，就是，真的没事吗？对不起大家，你今天不就是念到我乱造谣的留言而已吗？我刚刚也不知道，没认真看啊，不好意思大家，不好意思，我先冷静一下，我要好好面对这件事。我还是先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要那么紧张，可是如果不行的话，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嗯，
我只是让你把订的衣服，对，重新剪，没错。早一点休息吧。刚刚不是说明天上学上班吗？对，我都不用，但是要培训。好，不好意思。好，谢谢你们。只是我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我要念贡啊，我念贡献榜之前先，因为那个活动到今天嘛，我念猜拳比赛的。猜拳比赛的，猜拳礼物的排名，猜对，没错，今天一定要回猜，全部都要按。看一下哦，那我全部按完再念好了。新巴现在等下信号在那个丢个水，好。可是如果不行的话，真的不行啊！如果不行，就不真的不行。不，这不是你们的错，是我自己的错。好，就先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看到。好，不要警告。好啦，就是顶多要写罚写而已，也不一定，不一定。这真的没什么，对吗？谢谢 Rory 相送我，带我去流浪。好，我可能真的想太多了，我可能之后还是会注意一下讲话，然后任何事情先问这个可不可以讲，这个可不可以不能讲。谢谢 Happy 送我告白气球。谢谢你们，等下就直接睡了，没事。好，不好意思大家。好，我要念排名。那我教你，你可以一次拿三支笔写。没关，就是有时候要罚写，做错事情的时候。没关系，以后就知道要先想过再说。好，等一下哦，下次是什么时候呢？下次，下次的直播表已经公布了吼，然后下次是9月15号2:05，9月17号2:05，而且是3:30到6:00，哇！我觉得我会死掉 这礼拜、下礼拜真的有点忙，好可怕的行程哦！那直播表应该没关系，好，不好意思。我要从哪边念比较好？猜拳礼物，好，从30名念好了。猜拳礼物的30名，几几名九，29名 Kent，28名 Lucolove，27名刘晨，26名卡丘，25名傅维，24名 Akira，23名玉安，22名甲骨文，21名 Steven，
二十名伟如，谢谢。然后猜拳礼物十九名，哎，谢谢送我。宫崎下来是我的谢谢送我猜拳礼物，我现在回猜，然后我要更新贡献牌。谢谢 Luca， 晚安晚安，谢谢送我猜拳礼物，等我一下哦，我刚刚念到哪里呢？二十名嘛，对对对对对，一宿一宿一宿，哎，排名变了是不是？对，二十名是伟如，谢谢，然后。哦，二十八名是宫崎骏，是我的，谢谢你。然后，哦，对，二十名还没变。十九名是志维哥，十八名是陈宇，十七名是怀怀，十六名是托鲁酱，十五名是命，十四名是阿米，十三名是 Ben， 十二名是尼哥，十一名是 Happy Love， 第十名是飞宝，谢谢。那就第九名以上，第九名是，第九名是田中，谢谢田中。第八名是豪哥，谢谢豪哥。第七名是德全，谢谢德全。第六名是邦维，谢谢邦维。第五名是帅源，谢谢帅源。第四名是强耐森，谢谢强耐森。然后第三名，哦，第三名就一百以上。谢谢落日一笑送我114个猜拳礼物，然后第二名是 Lingo， 谢谢送我153个猜拳礼物，感谢你。然后第一名是 John Kanisan， John Kanisan 不在，没关系，谢谢送我300多个猜拳礼物，感谢你们。我我好像收到1050个猜拳礼物，大家这段期间真的太感谢你们，感谢感谢，我真的蛮开心的，ありがとう。長かったな，感觉很久耶，这个活动，但是过得很快，这些都是大家的心意，对，我收到你们的心意。爱你们，好，那就我要念今天的贡献版。等等，今天是哪一个？啊，我今天播一个小时48分嘞，好久哦，好久哦，好。希望这样能增加露卡的自信。好，谢谢你们。今天哇，今天的第十名是陈宇，谢谢陈宇。第九名是朱莉安，谢谢朱莉安。第八名是也许你认识我，谢谢你。第七名是吉井明久，谢谢吉井。今天的第六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今天的第五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今天的第四名是宫崎下人，是我的，谢谢你。今天的第三名是落日一笑，谢谢落日一笑。今天的第二名是强耐森，谢谢强耐森。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林果，林果，谢谢，超感动。对，好险他先去休息。我看一下怡真，怡真今天是28名。好，大家也早点休息吧，今天真的感谢你们。我其实凑了2个小时没有用，因为呢，因为今天播的都是算这礼拜，嗯，哦，好，大家晚安。
温酱。温酱，快点。ちょっと開けるよ。我妹在看电视耶。哎，本江，こんにちは，跟大家说谢谢吧，本江，很可爱哦。本江妹妹，一下，お疲れ様でした。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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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本江，好久不见了，本江。在看深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妹在看什么东西。那不讲那里面的那个呢？礼拜天的晚上，不知道有什么好东西。他还是这么厌世，从失业看到现在，应该是这个亮度太亮，所以他不喜欢。裙子有没有飘？我里面有穿安全裤，所以不要紧张。你知道刚刚妈咪被你吓到吗？好讨厌哦！苏里蹦姐，我没呢。我跟他说对不起了，蹦姐，我没呢，我没呢。他说没事，不好意思。今天不行，今天不是我的日子。不好意思，不是踩到我，我们是踩到别的地方。怪我しないように大丈夫。ベッドの上だから大丈夫なんだけど。ごめんなさい。もうさす終わります。不好意思，我今天要关播好了，我怕我等一下。今天真的不行，今天真的不行。不好意思，大家，ごめんね。好，我没有受伤。没差的，从你跳阿伯太太，你的欧巴就没了。真的，我也不会记得，放心。哎呦，我会小心。不好意思，大家拜拜。我在十秒之后我会关。拜拜。美味しいアイスでも食べます。さよなら。